JY 今天又来到台中大肚沙田路二段，哦，来去找吃的。现在中午了，又要找吃的。哎，前面好了，前面那个有加油站，加油站这里比较有空间可以停。素食面饭，我们来去买看看，吃吃看素食的炒面、蛙桂、水煎包，素食的来去买看看。素汤面，我每次都吃肉类的，换一下不同口味，生活补给。红茶冰，还有卖红茶冰。哇，这么热。我包一个麻酱面好啊，啊，帮我淋咸，敢有分大细碗？有，大碗的。好，人家要来，你两杯红茶，你看。大哥，嘿，这些是你家己付的吗？原厂付的吗？这个、哦，我说这个、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还另外自己要去买。网络上买的吗？自己东还是专卖店买的？网络上，我都网络上买的。大概多少钱？绑带很便宜啊，便宜啊。对啊，绑带不会很贵啊。好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。对啊，绑在头上啊，有点像那个。那安全帽不会给到吗？我安全帽你要另外再粘一个底座，哦、用水印粘的。几百块而已吧，这个绑带几百块。啊，你是要装在摩托车上面啊？安全帽？摩托车上我有做那个坐架那个底架，但是有时候如果要爬山干嘛的，我有时候想过要带去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用的就不用拿，都是运动摄影机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行车记录器不太一样。其实也是类似意思一样，也是等于行车记录器也都可以。他是说你的好了吗？啊、哦，我不是过下去，是吗？梅子可乐。闻味上应该闻得出来。好，这是干面，这是麻酱啊，吼，有蓝麻酱，有点像，看起来有点像。来，好，小心啊！啊！我给他笑都笑。来，谢谢。我哥包一个紫菜汤加两个啊。紫菜蛋花汤。嘿，紫菜蛋花汤啊。来，我靠到底后边来。啊，要咸无？要咸。大油，大油好啊。哦。要偌济？两匙。好。加咸无？吃鹹嗎？恁家己炒的嗎？我這一定要鹹一下，鹹看賣了咧。鹹看賣了，後擺若感覺袂鹹，就再甲阮老母講。家己炒的嗎？哦，讚，好。這是用。來，你家用。
哎对。原来还有汤面。另外一个也开档，有下半场做呀，啊两下未开档。真做。今天对。哎对啦对。这间叫什么？素汤面，成果。谢谢哦烧哦这钱足烧90块哦这个麻酱干面应该是45块吧菜蛋花汤有那么贵吗？还是麻酱面是50块？我待会来开箱。OK， 我们来吃这个面加紫菜蛋花汤，那90块，素食的麻酱干面。这个麻酱干面大碗的到底是多少钱？55吗？没有半开。怎么有点像？没有半开啊。素食的没有肉燥，
麻酱的味道。第一口吃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吃起来会回甘。辣味没跑出来，素食麻酱干面，莫非是素食的比较贵？喝一口，紫菜蛋花汤，蛋不是算是晕的吗？烫烫烫，哦，素食干面。再次见，拜。